今天给大家做以下十五步的分解。首先我们左脚上脚做三步奔跑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前卡步，再做一个立脚。记住我们做前卡的时候不要做得太大。好，下来我们接上两个680的转化，做完之后我们做下左动作，右脚上脚再做三步奔跑，接下来我们做一步后卡，后卡做完之后我们开始做一个交叉步，后交叉，紧接着我们再做一个前交叉，再做一个后交叉，接下来我们逆时钟转方向，同样的道理重复上组动作，左脚上脚做三步奔跑，再做一个前卡，再做一个立脚，接下来我们做两个680的转化，做完之后我们右脚上脚做三步奔跑，接下来我们做一步后卡，再做一个后交叉，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前交叉后交叉。 OK， 这支舞特别简单，只有15步。为了方便大家学习，我给大家口令数一遍拍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这边我们再数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 OK。